大家今天应该是一个身心灵非常满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很开心大家今天有空来参加。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参加的还蛮开心的，你下一次还要来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月我们又要再办一场了。然后1月6号我们会在台北中研院办一月大松，明年我们的大松会在基数月举行，因为我们有看了一下所有身份的人，他们需要的时间可能在基数月会比较好，所以一月六号在台北中研院的黑客松已经开放报名了，可以请大家报名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很不错，要分享给朋友也可以。那另一个是今天一整天的心得，我们想邀请你写一下我们的，等一下哦 ，OK。Yes， 这边 OK， 谢谢，好，好，请大家帮我们填一下影响力问卷，然后这影响力问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做成影响力报告，然后了解大家参与的状况，然后以及怎么样再去优化社群的各种活动跟机制。那中文版就第一个，然后英文版。那如果你有参加师培的，请扫最后一个 QR code。OK。This is a satisfactory form. So if you are like your non-Chinese native speakers, please use the middle one, the English version. Okay, thank you. Okay, 好。